向东三百里有一个村落，十分僻静难寻。我已经查好线路，备好行装，最快只需三天便可远离曲梁。从此以后，再无人能够找到我们。走吧。我不可以走，我还要等柔姐姐和荣姐姐的消息。我还没有知道我孩儿死的真相，我不能让我的孩儿平白无故的丧命。那你自己呢？我要眼睁睁看着你在这里受苦，吃不饱穿不暖吗？莲儿，我答应你，随时关注公子弟的动向，只要找到证据，我便立刻陪你回王府告状。叶哥哥，我已经害得你身负奸计，不能够再累你终身。你回去吧，回到三公子身边，帮他洗去除掉奸计，忘了我。什么人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丫头，两年没见，我实在……其实我若不在这儿，你现在已经成了网中之鱼了。王爷应该已经悟性了谗言，觉得你要加害他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见过王爷，王爷见鸟儿因妒生恨争食而亡，满目悲怆，声言贪念不绝定成大祸，自然是想到你们兄弟了。又说我会离开南郊别院，我是公子所妃，没有你的势力我怎么可以离开？除非公子失势，再也做不了主。谢了。罢了。我如此待你，你还要救我，为什么？我害死我们的孩子，你还救我，为什么？我拆散你的婚事，把你贬到南郊别院受苦，你还救我，为什么？你是真的像你说的这么恨我吗？还是你在骗我？终成似云浪会融化了冰霜。公子想多了，我祝公子就只是因为奸计。只要公子安全，我就功成身退了。一次，哪怕一次。莲心，我恨你。公子，哎呦，公子，公子您在这儿啊？公子，我找你半天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别跑了，慢点，慢点。苏南春，我来吧。苏南春会梳头啊？小姐，这是公子。你先下去吧。他不是公子，他是苏南春。公子不要我了，公子不要我和孩子了。公子怎么会不要你呢？是公子派苏南春过来陪你，来伺候你，给你洗脸，给你梳头。
真的，公子派你来的。真的。是。是公子派我来的。公子他说，他很后悔，一直没来看你。有时候是因为面子，有时候是因为嫉妒。公子还说，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他的心里像被刀子割了一样，这么难受。公子他说，他很想你。你这儿怎么受伤了？怎么伤着的？怎么伤着的？我看是这个，把它取下来吧。啊，不可以。丫头，现在容易受伤，别再戴这些首饰了好吗？不可以，这是公子给我的。求求你不要把它拿走好吗？姑娘，这要掉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他在做什么？公子。公子来的正好。小姐早上一起床便说自己是只鸟，非要飞到房顶上去。鸟？花样怎么那么多？公子快想想办法吧。行行行行。丫头，千万别往下跳啊。虽然我们是鸟，但是我们的翅膀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用了，不能跳下来哦。我们苏南春也是。